会不吃肉可吃肉，大人们根本不能体会表哥他的用心，好像随他们高兴就可以彻底的否定。否定我的作品决定在于心情，想政策风格他们却觉得还 OK， 被惊喜没有改变，我已经停了闪念，我告诉外婆我没输不需要改变。表哥说不要觉得可惜，这只是一场游戏，只要外婆觉得好听那才是一种鼓励。外婆露出了笑容说她以我为荣，浅浅的笑容就让我感到比大家的还要光荣。外婆她的期待慢慢变成我。不过现场最失意的人莫过于连续两届金曲都有高的小天王周杰伦。不过出道到现在已经拿到96个奖的周董，却在去年的金曲奖第一次尝到凤梨滋味。这位真好听啦！啊，这个呢啊，这怕什么？